屏东县从子乡的青年农民林坤英，伊太好系土城市好呢，从业报后无做相关的林荫时工作，伊系归到家乡，接爷爸爸种木瓜的养麦，伊正以健康、健闻和改良传统种木瓜的方式，去年就先年农民费一百台青年农民。如果同一节上面挂太多的话，它的果会长不大。明年日头一出，林坎云路来到木瓜园树果收拍，年纪无到三十岁嘅佢，因为省内改好自由，自觉无适合做爱要求外表嘅石头，故说太好变要做变黑，路线在归到家乡做农。我的个性又比较偏向自由奔放，比较不拘小节，从我的发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归到家乡种木瓜三年来，林坎云除了对阿爸身上吸收农耕的经验以外，还不是许多农事单位请专家创业，更加以看到木瓜一年一年淘汰，新闻度的也感觉到越来越富足。叶子有在生长，木瓜有在大，树有在粗，就觉得不错，做的有回报。生于县为北太强农的林坎云，去年因为风采将一撮粮食采完后，本以提拔上到所有代表一下磨下来的苦果，唔顾省内若干嘅事唔强失败，依算贷款达过万股嘅粮食，慢慢将失下嘅血本再穿过来。下家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。